挑战切换不同情绪唱同一首歌，挑战成功即可打开奇妙邀请函。好，那我就来唱我的忘吧。我们总会绕啊绕，绕啊绕，绕几千里路也望向归途，乘着风向云吹拂，有夜空漂浮，抓一颗流星做礼物，愿你幸福，手中线绕。挑战我完成了，那么现在邀请函可以给我了吧？抖音美好奇妙夜，有点难了，难拿。你好，抖音创作者周深，你带着天籁之音来到抖音已经3年多了，这期间你唱了很多歌，你的大鱼更是获得了近20亿的播放，哇！来自远方的空灵歌声直接暴击天灵盖，我已经陶醉了。认识你这么久，你参加各种挑战，喜欢好玩的道具，用自带混响的嗓音为大家唱歌，还时不时爆出名梗，有趣的灵魂和天赐的才华你都有了。这么夸人我也挺心虚的。我们诚恳地邀请你作为优秀创作者参加抖音美好奇妙夜，还将为你授予棒一嗓更比六嗓强的称号，感谢你在抖音创作的每一支作品。好了，那么奇妙邀请函我已经收到，现在上抖音搜索奇妙日语夜1015预约直播，10月15日晚上8点不见不散。智能电视的用户也可以下载鲜时光 TV 观看晚会直播哟，不见不散。